开始吧。大家好，大家好，欢迎你们来看我们今天的 vlog。今天我们有一个很 special 和厂长一起品尝咖啡的 vlog， 是关于我们一个新款的洪都拉斯咖啡。这个洪都拉斯咖啡的英文名称比较长，我先给大家念一下。这个叫做 Honduras La Paz， 来自 San Jose 地区。Guascatoro Finca Liquidambar， 然后呢，这个也是一个公平贸易咖啡，是来自一个合作社，他那个小庄园的那个合作社叫 Coco Felora 合作社，然后呢，这个 Coco Felora 的合作社是一个大的合作社的旗下，那个大的合作社叫 RAOS RAOS， 那个西班牙语是 Cooperativa。Regionale de Agriculturis Organicos， 你就想中文这个怎么念？哈哈哈哈哈哈！我再重复一遍，是洪都拉斯的拉巴斯地区圣何塞市的 Liquidambar 的黄蜜处理的咖啡，是没错。这个庄园叫 Liquidambar， 这个 Liquidambar 直接翻成中文是什么意思？琥珀，它这个颜色是形容它是黄颜色的琥珀，这个颜色类似于接近琥珀。很好，谢谢，可以哈。好，那就水好了。好嘞，咱们可以同时进行其实哈。我先这边右边的是这个法压的粉，咱们用这个传统的浸泡式，我先浇水。这个大概需要浸泡三分钟，然后可以品尝。这个是一个洪都拉斯的一个红蜜咖啡是吧？黄蜜啊，这个是个黄蜜咖啡。能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蜜处理是什么里面吗？好，那个这款洪都拉斯是采用的黄蜜处理，它是这个咖啡浆果成熟之后就是。需要先对这个咖啡浆果的甜度进行，就是使一个专用的仪器要测一下它的甜度，大概是在20到21，然后把这个浆果采完之后，到这个去打浆，打外边这个浆果，然后要去掉40%到60%的这个果肉，保留其中一部分在这个咖啡这个外边羊皮纸上边，然后再经过那个晾晒。算是一个沉睡的过程吧，然后才能达到这个最后的这个黄蜜的这个效果。其实这个黄蜜，主要是第一是它的这个加工工艺，第二就是想说它这个咖啡里边的这个甜味很浓，所以这个叫黄蜜处理。先尝，还是按照老习惯先尝这个浸泡的咖啡吧。好 ，Ladies first。先打开上面的这个咖啡的帽子，让这个咖啡渣子自然沉淀到这个咖啡溶液里面。因为今天咱们这个品尝的这款洪都拉斯红蜜，那个黄蜜，它是这个浅色贝质的颜色，所以其实咖啡液体看上去就有一点点是那种微淡黄色，主要是因为它焙炒颜色是浅色的。我们下午很少喝咖啡，但是今天这个咖啡太好了，所以甜，就是啊，真的是今天的啊，对，好喝，好像水果味也很浓，是那种橙子的那种香味，水果香味，还有一个甜的水果味道，有点像那个葡萄干，黄的葡萄干哦。它的酸度和纯度怎么样？酸度这个咖啡算是蛮高的，主要是因为它这个可能是焙炒颜色算是偏浅一些，它这个酸度是很高。但是这个咖啡就是总体感觉就是入口很干净，然后很甜，水果味儿还有那种莓果味很浓厚，然后鱼味儿还有一些那个巧克力的味道。
啊，那个巧克力的味道，嗯，那种回味还挺明显的。的确是、嗯。是，这个咖啡是我们公司的一个新的可持续系列的咖啡种类。啊，我们可持续系列那个有五个条件才能算是我们可持续系列的其中一个单品，啊，需要邮寄的种植方法，啊，公平贸易的采购方法，然后呢，我们工厂用的是电的烘焙炉子，然后我们房顶上，我们的那个物业给我们加了，啊，我们的房东给我们加了那个光伏板，所以我们用一部分那个再生能源。啊，第四个是包装啊，第四个是环保包装的，然后第五个是有一部分这个产品系列啊的钱，我们是捐给中国哥伦比亚的那个组织。这个洪都拉斯咖啡啊，我们刚才说有是有机咖啡，又是公平贸易咖啡。这个公平贸易那个是来自一个合作社，是他们拉巴斯的圣何塞市的一个合作社。这个小庄园，我们刚才说的叫 Finca Liquidambar， 这个小庄园，它有它自己的一个小合作社，叫做 Coffee Fellow 的一个合作社。这个小合作社是一个大的合作社旗下的一个组织，那个大的合作社叫 RAOS， 是那个Regional de Agricultores Orgánicos。这个合作社本来是一个有机装置园的合作社，它是1996年开始，然后呢，它是1998年正式的进入这个公平贸易组织，然后呢，在国外这个咖啡有有机认证，它有那个 Master 是他们那个洪都拉斯本地的一个那个能做有机认证的组织，但是进口到中国来以后，这个没有中国的有机认证，所以在国内它就不属于一个有机产品。那么，所以我们很高兴能有这个新的可持续咖啡作为我们公司的一个新产品，希望大家会喜欢。厂长，这个咖啡不错，你给这个咖啡多少分儿？您这是，您给多少分儿就是您您。厂长，这个咖啡很好喝，你给多少分？这个咖啡的确味道很不错，然后我给了它8分加。8分加，好，嗯，谢谢，谢谢大家今天来看我们的 villa， 也请你们大家关注一下我们公司在网上，啊，如果有任何什么问题，随时联系我们。大家一定要去尝一下这个咖啡。嗯，谢谢大家，拜拜。拜拜。